是偷马。偷？你说错了。老弟，我没抢到，我不用抢，这把就是逆风开局啊！看见没？看见没？什么叫套路？这就叫套路。看见没？学会了没有，老弟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直接一换三。好忙啊！东京。从前有个周魔人找我麻烦。我的妈的，玩了个炸弹人。你怎么被压得这么难受啊？逼出闪子，他没闪是吧？老弟，他是不是交闪了？交了，交了。别走，别走，我马上来，坚持一下，我们俩包杀他的。你闪现包不了啊！他一个炸弹，一个 A， 我没了。你闪现拍他放 W 啊！准备看我位置，我先骗他技能，看我位置。靠位置，别急，你倒是走个位呀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倒是走个位呀，我的老弟，我操！还不走是吧？妈掉了个闪现，完了，换了！哎呦，我的妈，觉悟啊！我闷了，老弟，我只能两个字，三个字，我闷了。石头人呢？我操！他们换线了。对，他们换线了。你妈的没闪，你没闪，知道吗？控线，别推线，别推线，别推线。这中单可以啊，老弟。我操！我不想扛压呀，他妈的！那你就干他呀！没血了，他一套我就没了。你不要被他一直消耗，知道？你得干他。怎么亚索不跟我换血呀，亚索？那我就满足他们吧。亚索自身难保啊！我才不出路，妈的！老弟，头不能铁。瞎子在上啊！瞎子在上，瞎子在上，瞎子上去了。就是我们逃脱的办法，积善也好，恶也罢，说辞又有什么意义？
你看到时候那个盲兽没有？老弟，哇，牛逼！牛逼牛逼！牛逼个屁！我要被他打死！走个位呀、啊，走个位！这不走了吗？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没事。真恶心呀！没事，我无敌了，我无敌了。等躺吧你。Godlike。哎，盲僧啊！哇，伤害这么低，没 AD 加成啊！没事，老弟，冷静冷静，素质素质。来来来，我来了我来了，我到了我到了。还有闪。没事，有闪。能怎么样呢？有闪。啊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我已经被压得不想说话了。他妈的，好恶心呀、啊！吃了我三个渡城，渡城。没事没事，来越他越他，这帮你干他，帮你干他不是分分钟吗？要等我呀。不需要等你啊，等你干啥？啊，等你干啥？学会了打野怎么玩不，老弟？学会了。我他妈带个致命节奏，你知道吧？我以为我对一个打个石头人，我开心的要死，结果给我整个炸弹人，炸他个屁！干他！你操作一波，操作一波。我又上来了，我又上来了。看你操作啊！
继续搞炸弹。还差一把呀。好快乐现在，妈的。继续。哇，牛逼，把我 W 打断了。我们这辅助有点厉害啊。哎呦！救命！从今往后，对面怎么不点呢，老弟？不知道啊，都吵成这个样子了。还赶着吃饭呢。老弟，你要不去把先锋拿一下，牺牲一下。老弟，拿先锋干嘛？我退塔贼快。拿先锋直接一波呀！我拆塔贼快。对面现在防守的很严密，也不给退。对，拿先锋，待会一波他们。
哎，先锋你，哎，先锋呢？哦，放了。这小子。推了，推了，推了。不用放大招吧？放大招好像直接没了。什么？那就先不放呗。推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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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塔。猛不猛？可以，有操作。哎呦，老弟！哎呦，妈的！哎嘿，别放大招，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！牛逼，机超五六。哎呦！他们两个吵架吵了好久啊，老弟。他不能喊。哎呦，我干了！说话好有意思啊。OK， 一波没了。一波。